两兄弟两家庭却爆出大伯母虐侄子，自己也生了一男一女，同为母亲怎么如此狠心？外传是妯娌不和爆出大家庭裂缝。你很和睦相处，除了你们两个感情很好，但为了托他照顾你的小孩，本来就是就会比较不甘心。两兄弟就住在隔壁，生活几乎在一起，妯娌轮流煮饭帮忙照顾彼此的小孩。因为爆出虐童，现在搬离分开，起因传出是因为大伯母认为婆婆偏爱，传出曾嫌弃自己的孩子太吵闹。公公婆婆两个已经配合了，朋友都很惊讶，旁人眼中这个大家庭在当地经营蔬果批发，家境不错。大伯母家来十多年了，和乐的大家族看似家和万事兴，出现变数。发生这件事，我感到意外，经营的工厂还正常营业，但家属低调，不愿意多说。就像当时不断强调的。家和万事兴，到底为什么虐童还要厘清？但妯娌间引爆了冲突，再也回不去了。这里有女人兵 S 小组女领报道。12月28日起，中天综合台黄金九点，让爱飞扬。